小时候不是在这里长大吗？大概五六年，五六年的时间在这里。五六年的时间哦，那他还会常回来吗？每一年都会回来，他当总统，每一年的过年都会回来。哎，那这边他的阿公阿嬷不在了吗？不在了，爸爸妈妈都走了，还有阿公阿嬷。哦。